现在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这么大，这个样子。然后他这个，我们去医院检查，然后说力气所伤，就说力气所伤那个他的那个口腔呢，就这儿，这个口吻部这里，口吻部这里，就直接给人家砍开了，直接把嘴巴都已经砍开了，砍到口腔里边去了。然后这个上面还有眼睛边，就在眼睛边。这是要人家命啊，真的是要人家命啊。好了啊，你看这狗子伤成这样了，还一味的讨好人，讨好人。我不需要什么东西，不需要任何东西，也不需要他的什么医疗费啊什么的都不需要，我只需要让他当着众人的面向我的狗道歉。